家好啊 ，Uncle Gary 啊，今日咧就约咗朋友出街食饭，咁啊尝试一个人自己搭地铁，咁我而家咧就嚟到呢个 Shuttle Bus 站咧，就等 Shuttle Bus， 然后咧跟住咧就搭去呢个 Awan Bus 啦地铁站，跟住咧就再转车，然后再到目的地。咁啊，大概車程都好遠嘅，未試過自己一個人搭地鐵要轉車。我睇嗰個路線應該都好遠好遠。咁唔知道順唔順利，希望可以順順利利到達。OK， 去到再影。OK， 我而家到咗呢個亞灣白沙啦，搭呢個 shuttle bus， 好快啫，五分鐘就落到嚟呢個亞灣白沙呢個地鐵站。咁啊，我睇用幾多少時間。嗱，而家系大概六点钟到，由六点钟去到目的地，睇下要几耐时间先。我未试过。好 ，Let's go， 出发。好啦，我而家嚟上到嚟呢个地铁站，咁我揾我个路线先。亚湾白沙，跟住上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三个站，系啦，我而家咧就要去呢一个站，应该呢个站咧落车，然后咧再过对面线再转车。OK， 出发。OK， 我而家喺亚湾白沙，呢个站转车。呢个站转车，OK， 我到了，送拉不斯落车要转车。好了，我现在到了呢个送拉不斯。咁我要行去 MRT 嗰个站嗰度咧转车，睇下识唔识搭先。由呢个楼梯上应该，再转呢个 MRT， 就唔需要出闸嘅，过对面线。上到嚟咧，真系唔識搭，原來唔係就咁可以上車噶。咁咧，我就問咗一位人士，佢就話要搭 lift 上去第三層。咁我就上去睇下係咪先。OK， 我而家上到嚟第三層，咁咧就應該喺度搭嘅。我問一問先。好啦，过到嚟呢一个月台之后，上咗嚟第三层咧，就揾我个车站。我哋而家就喺个上海别斯嘛，即系这里，一直往走走走走走，哦，在这里就可以了，系就喺呢个位置就可以啦，就喺呢个车站。OK， 好啦，有车到啦，咁啊唔需要转车嘅，上咗之后咧一直搭十几个站落到啦。我而家就上咗车啦，大概坐十几个站就到啦。哇，原来都好远喎，真系。我喺呢个松埃不斯，跟住一路行，上，跟住再转过嚟呢边。哇！到呢度十九个站，唔知道有冇搭错车啊？有冇应该唔需要转车嘅？一直去就可以落车啦，十九个站就到啦。唔知道要几耐时间呢？应该冇搭错车嘅，因为地方名都啱，只不过系要搭十九个站今次。好，去到我度再影。
Hello， 我到咗啦，呢个车站就叫斯达曼萨拉斯布，哎，好难读啊，太长啦，应该读唔正嘅。咁我而家咧就落去呢个地铁站。咁咧头先咧我入闸咧出嚟咧好尴尬啊，因为原来咧我上咗去呢个专属女人女士嘅车厢，有分嘅原来。咁咧跟住咧我望到点解成车都系女人嘅，我都觉得奇怪噶啦。然后咧我出车之后咧，我望到咦，点解全部都系红色嘅？咁跟住我谂，哎呀，可能咧有分男女车厢嘅呢度，所以咧我就搭咗19个站，都系坐咗个女人车厢，自己都唔知，但系冇人叫我，冇人问我。咁我到站我咪落车咯。咁我落车再望一望，咦？点解好似有分嘅？我睇一睇，原来专属女士嘅呢一个，哇，好多卡嗱，全部都系喺头尾就系男士嘅，原来。所以咧，网友咧就唔好搞错嚟咗。即係未搭過地鐵嗰啲咧，我哋呢啲香港人啊，原來有分嘅。OK， 咁我而家咧就落去揾朋友。Hello， 終於咧到咗呢個車站啦，用咗一個鐘頭多啲就到咗呢一個車站。啲大馬唔識讀呢個名，好難讀。啲大馬大粒啲鋪，哦，好難發音啊，因為我冇學過馬來語啊嘛，所以咧就唔識讀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喺呢个位置等朋友咯。佢又揸紧车过嚟。煎鸡扒、蒸鲳鱼、蒜蓉呢个咩菜话？哇，咩事？青瓜丝、圣瓜干瑶柱、五个餸。哇！呢个鸡扒都几靓几香喎、啊，呢条鱼都唔错喎，呢条鲳鱼。咦，仲有个咩菜啊？辣椒。辣椒。哇，咁大兜辣椒。咩辣椒啊？手磨啊？蒜頭辣椒啊！哦，蒜頭辣椒啊，哇！哦，你自己食嘅。哦，好啊，OK。啊。呢個絲聖瓜苦咩？冇喎，依嚿。苦啊！嚇？苦啊！有咩？呢个咧，呢个青瓜咧，应该有，唔知我未试。冇啊，大佬。冇啊。呢个先系啊。呢个有咩？我食唔到嘅，点解？食唔出喎。試下雞扒先，正，好味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Uncle Gary。咁我嚟咗馬來西亞咧，原來已經超過一年咯喎。咁即係咧，我做咗 YouTuber 都已經超過咗一年啦。咁我睇翻咧，我個訂閱咧，觀眾咧，原來有好多都忘記咗我訂閱嘅喎。其實訂閱我個頻道係唔使錢噶，完全免費。咁其實訂閱係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咧你撳入去嗰個訂閱嗰兩個字，咁就得噶啦。然後之後咧，再撳我個鐘仔。咁撳咗鐘仔之後咧。然後再按了個全部那個鐘仔，按了訂閱制全部之後呢，我有新片呢就會通知大家的了，你的訂閱呢就會變了給我的動力啦，我就會很有心機繼續拍下去的啦，
咁因為我訂閱嗰個觀眾咧，唔係好多都冇訂閱噶嘛，咗之後咧，我咧就會好快好快咧，嗰個數字訂閱咧就會好多好多咯喎，咁我就會好開心，好有動力繼續去拍落去噶啦。希望大家觀眾支持我，香港大叔 Uncle Gary， 咁記住訂閱、撳鐘仔，全部係完全免費噶，多謝多謝支持，拜拜。多谢支持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订阅俾个 like 啊！未订阅记得免费订阅哦，我有新片就会通知你噶啦。耶，拜拜，拜拜，多谢支持，拜拜。